下面请您欣赏《当行论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耶、yeah. ！谢谢谢谢。嘿，得谁爱谁。谢谢，感谢啊！今天是我们天津德云社开业的第二天，对，第二场演出，满坑满谷的观众，还有二楼也有朋友、嗯、哈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贵不贵啊？那个，坐着呢。二楼听说是不是比楼下票价要贵一点，对吗？没关系，能抢到就不错，对不对？刚才二位说了一段，我们后台不错的两个演员，是逗哏的叫张九龄，捧哏的叫王九龙。对，张九龄是我们新任的九队队长，为了天津成立的九队啊，这辈子我都没有当过队长啊，人家当了队长，二位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，是又把我们俩换上来了，该我们俩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啊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很年轻。啊，今年本命年36岁，我叫岳云鹏，没有什么名气啊。今年还真是本命年哈、啊。对啊，本命年啊，还真没有什么名气。这是我的搭档啊，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哎、我名字说出来，他叫孙越、哎。这个相声啊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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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小心眼儿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没有法儿不小心眼儿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混了那么多年，连个掌声都没有，嗨，这不过劲儿了吗？我们俩给大家说相声，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您说说，喜欢听相声。对了，有的朋友说你们相声是一门生意，哎，生意啊，靠相声赚钱，是，其实不是生意，怎么呢？相声就是诈骗，相声就是，哎，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。出去报警去怎么办？一会儿就是一种手段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是生意呢？您说说。生出一个主意赚您的钱。哦，这叫生意。这叫生意，又叫买卖。哟呵，买和卖之间，我先买再卖，从中啊赚取这个利润。哦，有买有卖。哎，有买有卖。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啊，又不是买卖，又不是生意。嗯，相声是手艺。什么叫手艺？哎，第一排一大哥满脸懵。就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手艺呢？啊，您说戴着口罩都瞧得见去。这是我的一种表演方式嘛？是是是。手艺是什么呢？脸熟。哦。脸熟是一宝。我就卖这张脸。哎，对了，你看我现在虽然是什么大明星，但我从来我不说，知道吧？不说。我们刚说完。走上台，大家都认识，脸熟。但是没人鼓掌啊。即使他不认识，叫不上名字，他也脸熟啊，对对，照影子能看见。对对，我们俩走上台，哎，这逗哏的，这谁来着？你看，哎呀，还挺熟，上过好几次春晚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好。哦，岳云鹏，哎，想起来了，哎，他能想起来啊，是脸熟啊，脸熟。嗯，孙老师也是，是啊，一提孙老师的名字，大家热情的鼓掌。脸熟是一宝，行了行了，过去了过去了。我还以为他们忘了呢。哎，还有他刚才提到这个买卖，买卖分很多种。哎，您说说，有赚钱的买卖，有不赚钱的买卖，抬头的买卖，低头的买卖，哦，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很多种。哦，怎么这么乱呀、啊？哎，刚才可能最后那个呢，大家听得比较诧异。哎，您说，什么叫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呢？怎么气死人的呢？怎么还有如此玄乎的买卖呢？哎呀，我给您解释一下。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您说说，不是现在啊，当然现在也有啊。哦，现在也有。过去什么时候？当铺。哦，那个老年间了。哎，对了，现在也有那个典当行，天津有吧？有有有。啊，天津也有这个典当行，连锁的。对，过去叫当铺。那是。哎，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《九九归一》，大伙儿看过吗？没有吧？没关系，太老了，没关系。他讲的就是当铺的故事。哦，就是卖当铺的、一进去之后呢，感觉特别的压抑，灯光也不是特别的亮。哦，关键是有一个特别高的柜台。哦，就那个大柜台，一人多高。哇，那干嘛那么高啊？哎，这是有讲究的。您说说。因为这个掌柜的呀，嗯，特别的气人。最早栏柜没有这么高，正常的栏柜吗？也就是80公分高。哎，也这么高。嗯，正常栏柜，
掌柜的气人导致柜台越来越高。为什么呢？您说说。比如说啊，开张了，人家来当东西。当东西。比如说当把扇子。折扇。你看这个扇子。这位接过来问人家当多少。是。当多少不就问不就完了吗？说话呀。拉长音。干嘛拉长音？他们这行的规矩。旁边有个写当的先生让他注意这儿来人了。写当票的。哎，对了。你瞧这模样。当多少？听着就气人，我告诉你。他问人家当多少？是。这位说：“哎，您给写20吧。”20块钱。20干脆。当了。不要。不要你干脆什么呀？不要，您说就完了。干脆什么呀？对呀。您不要，您给多少钱呢？给多少钱呢？5毛。按提成那么来的。多少？20给5毛。20块钱东西给5毛钱？啊！我抽死你！哟嚯！这位，哎呀，他抽我！好，改不过来了。现在这相声没法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想看抽你，就喜欢看犯骚。你说这什么？不什么词儿？这叫这怎么弄？怎么弄？对，来一个。我是一个有原则的演员，你知道吗？是个尊严的演员。他抽我，怎么追也追不上？柜台挡着呢。给拦住了。想出一个方法。是。柜台啊，长高一截就不好抬手了。哎，第二天又来一位。又来一位。还是当扇子，您给看这个，夏天的事儿。当多少？还这样。您给写20吧，20干脆。当了得了。不要。还不要。那您给多少钱呢？5毛。认准了。多少？5毛。20块钱东西给5毛钱。是。我抽死你！这小孙他又抽我。怎么办？真欠抽。这位拿起东西走了。走吧走吧。他追也追不上。是。只能把这柜台啊长得特别高。就打不着了。3天又来一位。谁？大高个儿。大高个儿。嘿。您给看这个。是。当多少？想起疼来了。20。20干脆。不要。你说多少钱？多少钱？5毛。认准了。我抽你。好的嘞。拿起人走了。又抽我！哎呀，追也追不上，没办法，是只能把这柜台啊长得特别高，是这个道理。一人多高？哦，我对这个特别的了解。是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后台原来有个演员叫李文山。李先生。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，当时啊是一个无业游民。他们家都倒着排是吧？李文山的父亲叫李小山，那是儿子，那是，你别倒着排呀、啊。反正李三爷。李三行三。哎，李三爷，当时是一个无业游民。三爷没有工作，哎呀，想找一个工作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找到一家当铺，应聘去了。这个李三爷本身说话就慢，慢性子啊。他问人家经理，经理，哎呦，我想找工作，天生干这个的。经理一听，这位说话这么慢，甭问呢，别的当铺干过啊？你能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行，什么活都行。他什么都行，其实是示弱。示弱什么意思？在经理看来啊。他是自信，哎，甭问别的当铺干过，他什么都能干。什么活都能行。行了，来我们这儿干吧。哎呦，你盯3柜。什么叫3柜？哎，分头等柜、2等柜、3等柜。您说说。头等柜房契，特别值钱的东西。房契地契。哎，头等柜去当。2等柜珍珠玛瑙。也是值钱的东西。金银珠宝。2等柜去当。3等。三等柜呢，就是平常老百姓家里用的东西。日用百货。你看3柜吧。哎呦，3柜。怎么了？可以，真应了，应了。哎呦，有工作了。三爷胆儿太大。搬个凳子，就上岗了。干嘛搬个凳子？柜台特别高。对对，好。哎，搬个凳子，站着那儿的。跟旁边有个写凳子，跟人握握手，聊聊天，这个熟悉一下，就上岗了。是，朋友们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。过去穷人多，真来了当东西的了。人家这位是怎么回事呢？家里老母亲病了，哎呀，急等着用钱。是这位呢，原来戏班的，戏班唱戏的，哎，不是唱戏的，这个乐队的，木点乐队这帮人，哎，当一个什么呀？
脑补，脑补同场哦，就那个唰唰哦，蓝布包着，蓝布包，心里很难过，是，抱着就过来了，救命钱，抬头一看，这位李三爷，哇，那还得递上去啊，瞧瞧吧，柜台高啊，嗯，心里难过，是，唉，又嚯，再给扔过去，我扔不，走你，跳过去了喂。别那么多话，就搁那儿了。搁那儿，我怕他们睡了。这位一瞧，他打开啊，是打开之前，他唱，当多少？唱当，当多少？哎，来拐弯了。哎，拐弯拉下来了这个音儿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认识，不是这脑脖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哎呦，有的朋友说现在谁不认识？嗯，过去看戏啊，嗯，乐队你是看不见的呀。乐队得侧幕条啊。对呀，哎，这不认识，没见过，怎么办？啊，你说这东西不认识不行啊。旁边经理盯着呢，我头一桩买卖呀。哎呦，直接说不认识那不行。就那怎么着？他想出一好主意。您说，他问人家当多少？嗯，人家肯定报价，一报价我狠狠的往下压价。哦，这是他们这行的规矩。是，往狠了压。这位肯定就不当了，拿起东西你走，我等下一位。那就不用说是什么了。哎，多好的主意啊！聪明啊！当多少？啊，当多少？这个东西新的挺贵的啊，您给写30块钱吧。铜的，我急等着用钱啊。是是是，30，30，干脆不要啊，不要。我也猜到了啊，我猜到了。那您说给多少钱吧？多少钱？5毛，跟扇子一个价。多少？5毛啊。30块钱东西，啊，给5毛钱，嗯，均价。我当了。啊？当了？什么？不是，30块钱5毛，当？你再说一遍。都不相信自己了，那么开心呢？啊，谁谈你开心了？再说一遍，我也当了，我急等着用钱，5毛钱也是钱呢。抓服药是服药，要不你再想一想。还劝人家呢？想什么？我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当了。嗯，他为什么这么为难呢？嗯，他得唱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说名字，旁边这个写当的他得写呀。啊，人家写完了撕下来，他给人钱呀。得当票，人家当了，嗯，那也得唱啊。唱。写那怎么唱？准备好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你新来的，我都特别喜欢跟新来的合作啊，一般都特别有意思。唱吧，是什么东西？哎呦呵，我在等你。哎呦，写到了还真喜庆。写，嗯，他很聪明。怎么呢？临时现编呢，他给编了一个名字。不是，这还能编上来？能编上来。哎呦，写啊，怎么编？缺箍短派，短派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儿。什么？铜草帽？铜草帽？啊，是铜的呀，是草的呀？你别纠结这个了。平时不能戴吗？啊，非得救火的时候戴吗？那不烫死了吗？如果是铜的，那肯定很烫啊。这废话嘛，这不是。你真有意思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幽默的人。这是幽默呀。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。写完了。这位接过来啊，拿着当票得换钱呀。嗯，接过来当东西的。啊，也犯愣。铜草帽啊，铜那是草的，我没戴过呀。行，就别重复了。啊，真有意思。嗯，你是个演员吧？嗨，喜剧演员。嗯，换了钱回家了。是，转过天来人家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呀？5毛钱不够用啊，还得当。得当啊。哎呀，当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单皮鼓。哦，戏台上单皮鼓。哎，小哒哒哒哒哒。哎呦，哎，蓝布包着就过来了。过来瞧，不是你？怎么呢？我找铜草帽。干嘛还认准李三爷了？他比较有意思。哎呀呵，虽然他给的低，但是我喜欢他。哎呦呀，花5毛钱买个乐呗。李三爷就过来了，往那一站，好像是你的粉丝啊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行了，就柜台这儿见的。对，找的就是你。
走你。哟呵，哎，又递上去了。这次来呢，就不像昨天那么的难过了。哎呦，兴许他在等一个什么东西。是是是是，知道吧？打开，当多少？一听这就知道不认识，还是不认识。哎呀，很正常啊。按照昨天的方法来，又来问人家当多少？嗯，当多少？四十、哦，这个比昨天那个贵。四十了，对，贵。哎，这贵、啊。四十，四十，干脆不要。啊，我知道。你喝。我知道。那当出理来了。你给多少？嗯，哼，四毛。人家涨，他还往下唠呢。好的。大哥不讲理了啊！对呀、啊，昨天还五毛呢，今儿四毛啊，这过了分了，这个当了呀，当了，这位多缺钱呀、啊，这是，唱当吧，唱当吧，你再琢磨琢磨，别劝人家了，我不琢磨，当了，当四毛钱也是钱啊，鞋抓点钥匙，还在身边呢，嗯，早就准备好了，哎呦。早就准备好了、哎嗯、昨天回家跟我媳妇一说童草帽、嗯、我们俩乐半天解了闷儿。我跟我媳妇笑点都特别的低、啊、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童草帽还救火用的今天是个什么东西赶紧唱，我等不及了捡乐的，去你的吧，这叫什么话，鞋现编的，唱岁暮传旧，钉子拼凑，钉子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，小皮洗脸盆什么？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啊，是这么说的，大哥，嗯、啊，你莫名的戳中了我的笑点，这笑点太低了。小皮洗脸盆能装水吗？装水不响了，还得旅行，平时不能用吗？肯定旅行用啊，这有意思。多少钱呢？啊，四毛，真便宜。嘿，您说的东西倒是便宜啊。对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撕下来递过去，这位接过来。啊，什么？又来一个。什么？是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。对，真有意思啊。嗯，你肯定是说相声的。对，他儿子是。你爸爸还是个捧哏的啊，真是真有意思。嗯，拿着钱回家了，是转过天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呀、啊、九毛钱不够用的呀。啊，你要这么当去妈得死了，我跟你说，老太太等不及了。哎哎呀，这位抱着东西又来了。要什么呀？这回啊，嗯，是一面锣。哦，戏台上的大铜锣。大铜锣，哦，这大伙都见过吧？这都认识。哎，蓝布包着。嗯，哎，对，就是你，就是找的就是你，来，走你。好的嘞，这回打开一瞧，还是不认识，就没见过戏班，我跟你说。当多少？无所谓。无所谓的。无所谓。给多少都行。你肯定是狠狠的压价。哎，对。那我就报个五十吧。又涨五十，干脆我知道你不要。哎，这好。不用干脆。嗯。给多少？给多少？三毛。又降一毛，当了，当了，好，赶紧唱当，它是个什么东西，我等不及了，非得听听、一会儿我就赎回来，我就为了这个过程，这不起哄吗？快点，三毛，嗯，你去死吧你、哎！怎么说人主顾呢？写吧，早我就准备好了。哎，对，昨天晚上回家跟我媳妇一聊，嗯，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，我们俩又露半宿。太有意思了，今天是个什么东西，赶紧唱当。哎呀，写，快写，来吧，唱吧。废铜烂铁打造，废铜烂铁，野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，大铜饼铛，大铜饼铛、哦、那搁上去不就糊了吗？跟草帽一个原理啊。还野炊用的啊，平时不能用吗？肯定出门用呗，又是野炊又是旅行，嗯，还救火，这出门出去着火了呗，那就是这有意思。多少钱呢？嗯，三毛、嗯、真便宜，真不贵，刷刷点点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。野炊用的大铜饼铛，对，烙饼用的，有意思啊。嗯，你等着我。怎么呢？你等着我。干嘛等着你？我现在就找东西去。
上瘾了，这位。这位当时就回家了。哎呀，找东西去了。找啊。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你还别说，怎么呢？真找着一样东西。找着什么呀？帽镜。哦，老式的帽镜。现在不多见了啊。嗯。过去有帽镜，打这边看呢是一个镜子，打后边看是木头。这箱子木头上的镜子。哎，箱子里头。对对对。抱着就过来了，抱着抱着啊，嗯，镜面冲着自己。啊，怕脆了。怕脆了。嗯。你别闹啊。别闹。你别闹啊。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呦呵，一会儿我就知道了。哎呀。当铺该起名宣了，抱着就过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就是你 啊，还等着我呢。三爷，走你。递给他们，递上去了。嗯，不用蓝布包着，肯定不认识，肯定不认识。因为背面对着他。啊，是是。当多少？给钱就当。你喝。我就为听他的名字。对，就为抻练你来的。一毛无所谓。哎呦呦呵，无所谓，赶紧唱当。就为听这个。鞋。准备好了，哎，对，准备好了，大同影声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赶紧唱当，我等不及了。得让你们俩挤得死他。写写吧，缺砖短瓦，短瓦，木头小影呗一个，木头小影呗，木头小影呗。哎呦，多少钱呢？一毛，刷刷点点，正要写，真便宜。这位他的收当啊，是啊，得把这东西收回来呀。是啊，一收不要紧，怎么呢？镜面冲着自己了。哦，镜面里头转过来了，这点认识了。别忙，还有，还有，内有八仙桌子一张，椅子两把，暖瓶一个。嘿，内有一人，好像是我。嗯，我怎么瞧他？嗯，他怎么瞧我？嗯，哦，这是个镜子，瞧出来了。这世界很酷。